做小太后。还记得一个动作是什么吗？第一个，双手先往外打开，开一朵大花，开一朵大花。接着，右肩，左肩，右肩，左肩四次 ，OK 吗？四次完之后，右舌臂拉远，左舌臂拉远。好，接着右转喽，抖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好，左脚左手出来，五、六推肩，七、八。